前些天有位网友遇到了烦心事，他出差一个月根本没有用水，房东却让他交上月水费。于是赶紧查看水表，发现家里既不用水也不漏水，水表却在转动，只能无奈的交了窝囊费。有人说，水多少也能压缩一点，水压增大时，水受到压缩，通过水表就会读数增加。 而水压降低时，水又会膨胀，反向流过水表，使读数减小。但正反相抵，实际读数并不增加，这和水费单子的说法显然不符。为了搞清楚原因，我们经房东介绍买了个水表。此时管道和水龙头并没有跑冒滴漏，但观察表盘上的刻度轮，竟发现它真的会时不时缓慢正转几圈。 而后又反转几圈，经一段时间观察发现，正转的圈数大于反转的圈数，证明它确实在默默地替房东增加收入。但即使一百兆帕的水压，也只能让水的体积缩小百分之零点零零一八，因此水的压缩膨胀不可能推动水表计数。那么我们就拆掉玻璃罩和下面的表头，发现水表肚子里有个叶轮，就是它带动表头里面的齿轮组计数。 去掉水表外壳，叶轮的最外圈有个滤网，里面装了一个开槽的套筒。水从水表的下部空间进入滤网，穿过套筒开槽的下半部分，以特定角度冲击叶片，使其正转，增加读数。再穿过开槽的上半部分，流进水表的上部空间，最后从排水管离去。既然如此，如果水流反向，叶片就会被推动反转，使读数减小。 而水表正是利用了简单的原理和憨厚的外形对人进行迷惑。如果水管上还有另一个水龙头，那么拧开就会在水流冲击管道的转弯和阀门时制造脉冲的水压波动。压力波一旦进入水表，就会沿着套筒开槽方向运动，使这里的水分子在原地震动中形成向前传递的致密区块。叶片背面就会被脉冲升高的压力推动而转动起来。 直到那个水龙头关闭，压力波消失才会停转。因此，对房东来说，这种水表的技术相当智能。如果水管上接了很多水龙头，在用水高峰时段，租客们不停地开水关水，会造成水管压力起伏。当水压突然升高时，压力波依然会推动叶轮正转；但水管压力突然降低时，快速减压的位置会发出膨胀波。 使吸出区块在水管中传递膨胀波到达水表，就会使叶轮背面出现脉冲的低压，于是被推动反转。但水管压力骤减，往往是租客打开水阀导致的，比如很多人在集体冲马桶，因此管道里还同时存在因水流撞击而形成的压力波，这导致膨胀波的作用被削弱，叶片受到的反转压差减小，所以反转圈数比正转要少，最终读数还是凭空增加。 因此，有些水表在压力波和膨胀波的依次推动下，刻度轮会交替正反向空转。虽然这看起来很傻，但作为房东的水表，它只往里傻而不往外傻，给租客带来了困扰。 那么该如何对付这智能的水表呢？一般来说，发现水表空转走字，可以给水表的进水口安装一个止回阀。由于这种阀门在正向通水时，压力会压缩弹簧，形成间隙，使水流通过；而反向通水就会被阻挡。因此，压力波的致密区块到达这里时，超压就会被弹簧的压缩动作吸能缓冲。当水压在较小范围波动时，经止回阀弹簧吸能。 后面的压力波变得微弱，就无法推动叶轮。但你别抱太大希望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如果水管里压力波较强，指挥阀弹簧就不能有效吸收超压，叶轮会继续被压力波推动空转，因此窝囊费还得继续交。所以在水表诞生至今的两百多年里，房东们认为其设计无比合理且完美，因此坚决反对改进。看来这简单又智能的水表将继续残暴地统治人类。